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爸。我们今天呢，是瑞丰夜市，我们要来玩什么游戏？夜市游戏对决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分两队，恩妈一队，恩恩跟恩爸一队。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玩的游戏呢，是三战两胜，就是我们要从夜市里面呢挑三款游戏来比赛。对。赢的人呢，就可以喝珍珠奶茶。那输的人呢，我准备了一个刀龙捧茶，就看谁会喝谁杯喽。恩恩，你有信心会赢吗？有。你准备好喝苦茶了吗？我有信心会赢，我绝对不会喝苦茶的。你想要喝苦茶，说好大啦。答案什么？准备喝完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进去挑游戏吧。第一关就玩这个吧，跳圈圈，然后一个人换200块。我跳圈圈呢。那就来比赛，谁跳到的东西最多。开始吧。开始。加油啊！跳到一个，我跳到一只兔子了，哦，差一点，跳到了，我才跳到两个，安安加油。没了。现在呢，要来结账。我们第一关谁的分数比较高？恩妈的是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。来，恩恩，我来数你的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是算两分吧？对，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。恩恩获胜了！耶、yeah. ！恩恩再获胜。第二关。该换你了。没了。我继续哦。好，所以你现在打了十颗了。加油！好，来比点数。四、八、十二、六、十七、十七点，八对，二十三点。这一局。大只的叫起来比较大声。太小声了。好容易变心了。对。
好。PK 看谁射最多，加油！哇，差一点呢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掉两颗了，两颗了，三恩加油，三快点放，我们要喝，加油！我练够了，怎么讲？不够了，六颗了，还有七颗。换你啦，加油啊！妈妈很弱，对不对？你的飞镖快没了，一颗了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六颗，六，哎，你射几颗？十一颗。很慢啊，六颗，所以这一局谁赢了？好啦，那我们要来颁奖了。刚刚你要颁奖，拿的，恭喜你得到一杯啊！恭喜你今天获得一杯苦茶。他真的是超懂的，我要喝红茶，真的很好啊！那老板要一个粗的心，老板要粗的喝比较大口，粗的一次给他喝完。对。很苦是不是？喝起来好不好喝？妈妈的好喝吗？好苦。苦到怎样？你要形容一下，喝起来像什么感觉？好是好，应该是好。好苦。是很好啊，喝啊。哇，看起来就很好喝。听起来喝掉还要苦。你有办法干掉这一杯吗？好喝，你的很好喝是不是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夹到了。夹到了，夹到杯子，他一次就夹到了，好厉害！夹到杯子，好，我看一下是几号，这个是八号是美容工具的，换遥控车。